Battle。怎样？嗨，大家好。你有事吗？我跟大家问个好，你说我有事，难道你要说大家不好吗？没有啊，你就是要觉得大家不好，不你就是要这样诅咒大家。你前面那边，不知道在干嘛？怎样？嗨，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可怕，吓死我。还在那边打够了哇！各种嘴，没有啊，这是你的哎，我想说来打一下，超嘴，嘴到不能再嘴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！这是你打的哎，啊，你打的啊，你设定的，所以现在就是都怪我，没有，没有怪你啊，怪谁啊？都怪在我身上。嗯，不要不要，呼，好，他要吃饭。谁要吃饭？我吃饱了。嗯。我没有问你啊。林心。哦。让人家先去吃饭啊！嗨嗨嗨，大家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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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。小丁的房屋是先。你讲什么？嘿，出来吧，我的画面。叮叮当当当当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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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当当当当叮当，吃饱喏，大家都吃饱喏。我说大家吃饱，你也要嘲笑我？没有啊，我不是在嘲笑你。所以你在嘲笑粉丝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说我在嘲笑你，我就。所以你在嘲笑观众啊？我是说，是巧克力怎么那么可爱？其实也没有啊，毕竟你是跟你自己比，就是即便我很帅气，但跟你一比就也算是可爱。嗨，嗨嗨，嗨嗨，你不跟大家 say 个嗨吗？Hello， 对啊，台北在下雨呢，所以今天会有一些小雨声伴随着大家，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。如果你们真的很介意，那就去做爱吧，因为我也没有办法。你刚说什么？啊，我说你看，你看看你。哇，你刚刚居然说你四声。我操。UCC， 呀呼！怎样？这样也要笑？我哎，都说了笑你可爱，你还觉得不开心？我也没办法。哎，你们大家评评理好不好？半夜艾伦嘲笑声伴你入眠，气的。说好的完整开头，我没有完整的开头啊，是你慢了一会啊。哇，有人说他今天回家全身都湿了。哇。跟鱼竿一样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哦，艾伦，我们要开始喽！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先可以吗？艾伦，我可以先吗？来准备喽！我先好不好？准备喽！我可以先说吗？哎，我先把画面分享给你嘛。
好。嗯。啊，马上喽。嗯。阿伦。啊。不离不弃。你快点。我先。快点！哎，我已经先喊了，你自己慢喊。你现在害我们大家卡这个画面，赶快，不要闹了，赶快，真是。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。不离不弃。没有，刚刚是我先了，快点等我。不离不弃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的最新的开头又出现了。噔噔噔噔！嗨，感觉你很开心啊？没有，谢谢。啊，客气不客气。载入完成。我觉得你比较喜欢这种，每次这种你就很嗨。哦，到二十一日实战测验。你看人家说泥巴轮念什么都不清楚，没关系、啊，大家不用紧张，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聊。噔噔，打钟了，巧克力沙拉，嗨嗨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快乐的实战测验时间。在那之前，李恩，你不用在一旁休息观摩吗？不用，经过三天，哼。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，还记得上周我们玩黎恩整个暴气变成白发黎恩，哇，超级猛啊！然后拯救了妹妹，那时候看了我跟我妹妹都觉得很感动，我妹妹觉得就是那个黎恩就像我一样，这么的挺啊，这么的帮助自己的妹妹，对吧，老妹？他今天又出去了，哦，刚还在的，刚还在，我记得他刚还在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张森有跟我没讲过话，你都忘了。不如说我的状况很好。那就太好了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你来担任先锋吧，由你来选择一名同学。我知道了，交给我。要选择的是亚丽莎，因为她是我的大老婆，我对她不离不弃。艾伦，哎呦，你很奇怪，你都这样 Q 我。艾伦，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。最后一个字，果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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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亚丽莎是我的小苹果，应该也不用什么样换吧？可是我的 CP 好低哦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定是艾伦的错。啊，不敢，直接开始。你也想唱这个是不是？啊？唱什么？不离不弃。你要想要开战，开战了。战斗对象是劳拉跟飞，就由你们两人担任。你在什么？了解。嗯，第一次第一次是内战哎。内战。嗯，好像有点太露骨了。你知道，在这个冥冥之中，你看我。的大老婆就是非常的不一样，独树一格。嗯，你知道哪里吗？哪里？哦，你的有一双丑陋的大眼睛。谢谢。她的服装最特别啊！哇，最正最漂亮，不愧是我的大老婆啊！对。但是这是一个有趣的选择哦。纯粹看战斗力和数字的话，他们虽然遥遥领先。点点点，点点点，虽然不论哪位都是强敌，但是胜利的机会应该是在我们这里。使用战术连接，由我们获得主导权。好，那么双方预备，各就各位，起步走。啊？哦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哦，哦，其实我觉得他们没有默契也没差，就各自突破啊，一打一，一打一，他们也会赢的。
小黑总可能会输亚丽莎呢。嗯，嘿呦呦呦呦呦呦，不使用道具获得胜利，发动 S 战技，我 CP 22，你要我发动 S 战技？哇，这个要求对我来说真的太 easy 了。不要打我！都这样子啊？哇塞，我的恢复！心眼，我要给他心眼吗？我要攻击还是心眼？心眼好。没记错的话，心眼会那个闪避。呀哟！听。二十五。啊，好难抉择哦！一 kill 一收，哎，对啊，表示不能侦查他们，没关系。不侦查就不侦查，哼哼，来烧烧他们，感觉他们可以烧一下，一过来哟，喂。吼吼，心眼就是厉害啊！烧啊，把他们衣服烧！哎，那他们衣服会烧掉？没有，我想说，把他们衣服烧掉的话，他们就会遮遮掩掩，就会露出空隙，破绽，我们就可以进攻。对，哦，了解。哦，铁碎牙 ，miss。哦，我真会使用魔法，用火焰就对啦。哦，扫荡 ，miss， 哇，好厉害！来个呼应人，谁耶？可以侦查，用情报分析或回路龙孔。对啊，但是刚刚好我都没有，就是这么刚好，好刚好。燃烧吧！哦，小飞被烧掉了。小飞失去战斗能力。趁现在对他，嗯，我是都对那个劳拉进行二打一的行动。嗯哦、OK OK。呼应斩 ，Say ya！ 别忘了我们要用 S 技终结劳拉。剑姿太刀，用我的火焰剑把它全部砍破。嗯，砍破。我是说砍破他们两人之间的隔阂。OK， 有。不然你觉得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觉得什么啊，我在。所以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，你的脑袋空无一物。OK， 了解了解。嗯嗯。噔。小小的照片没放出来，什么东西 ？AP 上升二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有人说我画面没拉好。什么？哎，不会吧？连这个都会？哦。什么？嗯。嘿，好，大家稍等一下，我调整一下画面啊，没有到最好。嗯，我来看怎么调。米娜桑，就多玛德，就多玛德。先用那个方法好了，之后再来调，因为我换一个萤幕啦，对，所以它的解析度会改变。哇，好多滑鼠哦。然后解析度改变，它的这个截取的就有问题。嗯。
好，这样子画面 OK 了，熟一熟。